所以我常常给上司灌顶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话：今天给你做上司阿塞雷的灌顶，反正未来呢，就等于推你进海，你会游泳游上了彼岸，你就成就；你游不上彼岸，你就沉入大海。而当阿塞雷不是很简单的，你以为当阿塞雷，我当了阿塞雷，哇，开始了，可以给人家灌顶啦，可以给人家做法事啦。阿塞雷大部分都会看风水啦，那个去了，但虽然没有学过风水，他也会啊。突然之间呢、啊，要叫他看风水，他不能说我当阿塞雷上师，我风水都不懂，他突然间就变会了。那怎么？那说你这个房子有毛病，好了，求这个上师啊帮忙啊，把这个毛病解掉。他眼睛一闭，好了，啊，跟你改好了，啊，风水改好了，这个老子都不会啊，这根本上是这一招我都没有学过。哎，他们都会了，这个上师都会了，好厉害！这就是很多上师看我的书，他们懂得一点这个皮毛啊，懂得一点东西，当然基本上的都知道，但是还有更深的东西在里面。那种眼呢、啊，是入地眼。入地眼，什么叫做入地眼呢？你眼睛看到地底下去了，叫做入地眼。你看风水必须要入地眼了、啊，不会的，你就千万不要来。你有相应的，你可以帮人家问事，哦，可以帮人家问事，这个倒是无所谓了。你看那个有一个上司啊、哦。专门给人家看地，他看错了，因为他连那个连藏，他有没有读过藏经呢、啊？藏经，这个埋葬的葬，藏经，师尊是读过藏经的，歌谱的，刘伯温的，啊，这个青鸟经啊，青囊经。我都是读过的，这个风水方面的书，还有师父教的如何看龙，如何看穴，如何看沙，看水，看相，龙穴沙水相啊，五个方法，五个要点，你去给他放了颠倒，石像颠倒了，这很麻烦。他一定你这位上师是这样子的，他不但看阳宅，也看阴宅，阳宅阴宅全部看。啊，这个哪里来的？他的风水的知识哪里来的？他说祖传的。啊，过去没有当阿塞雷以前，从来没有听过他看给人家看风水，也没有祖传。当那阿塞雷突然间有了祖传的风水，他就一直给人家看，看到最后，那个鬼不饶他，把他缠住了，整个脸变黑，身体什么毛病都有，最后死了，最后就走了。我一看就知道鬼在他身上，那个鬼啊是不服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把人家的葬，这下去的葬啊，头要在这里，碑要在这里，这个才是对的。他有一次他就糊里糊涂把头葬在碑的后面，脚身上，脚向画面，那个棺木刚好颠倒，啊，棺木刚好颠倒，那个鬼就不服，就找他了。他说他
一直找我说他被人家下杠头，我看不是，是鬼附在他身上。你知道一个龙哦，就很不容易看。龙就是地气，地气啊，地里面有气啊。他不懂，他给人家葬在这个湿地，也就是说，两个山这样子，这个流水的地方。那时候水干枯了，他就把它葬在那里。等到下雨的水就把他的魂就给他淹起来了。那地方不能葬的，石头太多的，气就松了，不能葬；沙太多了，没有气，不能葬。手拿起来太黏了，气走不过去；太松了，就是沙，没有气。拿起来刚好黏住，但是也可以把它分散的，那个地那种气才会流过去。另外，你要看地，在山看地很容易，因为有龙的地方它必须凸起啊，气走的是姿势，出来几个星啊，出来几个星你可以看。还有借水子来龙的地方就是蟹，借水子来龙，我们比一个例子，西雅图雷藏寺，他就是借水指来龙，他不是故意把它垫高的，那一个包啊，不是把它垫高的，而是原来就是一个山包。所有从这个 Bill Gates 那边的所有的龙，一直到闪咪咪西湖那里起来一个包，刚好可以喝闪咪咪西湖的水。而且那是最后的，因为最后的一个胎，最后一个胎在那里。除了那个胎以外，在底下已经没有胎了，底下就散开了，气就散开。那个就是宝蟹，就因为祖庙在那里，才能够引得到整个生活中遍布全世界。但是有个缺点，就是虎边高一点，龙边低一点。虎边高，龙边低，那么赶快做一个龙神碑啊！那个龙神碑还是从那一块那个胎里面把它挖出来啊，放在那里的啊，以镇住这个虎边，镇住这个虎边。不然呢，我们生活中都是女子的天下，女人的天下啊。这白虎山头出尖峰，老婆一定打老公啊。有几个记的，老婆一定打老公。那女的出了几个，你的上司啊，都是威风八面的。那男的上司啊，就变成了龟缩了。这个没办法，这地理上形成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地理的原因啊。我们那边借水子来龙，就是到那里，整个 Bill Gates 的气，你看 Bill Gates， 我以前来美国三十几年前。经过 Bill Gates 那边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树林。我讲了一句话，这是天下第一富豪的地。当时在场的有谁？嗯，我说这个是天下第一富豪的地啊，他一定会住在这里的，就是 Bill Gates 的。Microsoft， 天下第一富豪的地，三十几年前我就讲了，那时候全部都是树林啊，
那我坐在那个包的上面往前面看，可以看到湖。最近房子盖起来，前面房子盖起来，看不到湖了。闪咪咪起湖，就看到湖。有来龙，有蟹，有两边的沙，有前面的水，有方向。再好的地就没有了。地那个地那个胎啊，那个包啊，也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，但是不是很大，它就可以弘扬四海。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了。